天过来买只山羊，来一匹马吧。按照我们的习俗是要比一个山羊，先从的小伙子去钓着玩一下，这个山羊怎么样？公的公的公的吗？公的吧？公的公的啊？公的。哦，公的。本来想着给一个大一点。今年的山羊贵的啊，大的都在1000-1800，2000。这多少钱说？这个应该要了1000吧。今年我们收的是600，就这么大的一个1000。今年我们收的是600-700这样子最高。哎，不叫八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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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毕竟是，你多少钱？八五，去，也六。啊，你。也六吗？也六不行，我想说八百，八十不卖了，要八不给了，我看七十吗？八百二，三块钱出去，说话算话，给了我们八五，八百二怎么嘛？别，八百七就行了，行了，我说话溜了嘛？这前面的师傅说八百五给吗？啊，不给了，这话。七百。这小伙子给家娃子面子给了他，9.9都不行。那行吧行吧，拿拿。开外挂了啊！870成交了，这样。870，这么小的一个山羊870。小哎，这个小哎，八百二没了一个羊了。养一群山羊队呢，山羊真值钱，我发现。哎，我们去年收的，哎呀，确实没这么贵，早知道给自己留上五十个好了，专门钓羊。去年这个羊就给500块钱去了，550块钱最多。这样，没多大，反正比昨天给那个要大。八百六成交。那行吧，我们回去等着呗，啥时候能轮到我们就给呗。这个还要排队，嗯，这个说实话，这个给山羊的人特别多，还要排队。我本来想着星期三给，结果说星期三有人，往后排吧，排到啥时候？先把羊拿回去。礼拜天，先把羊买回去嘛，等着吧。